今天本想为了小秋田和小黑彩担心一下后卫线，结果变成大无语事件。给大家看看现在的情况。这个后备箱简直惨不忍睹，先把所有的东西卸下来。来，我们再给它吸下。这狗毛满天飞，永远吸不完。毛太多了，你看。自巨之入手一个后备箱神器。哎，你看，这是防滑的感觉，然后这边的话是这个防水的感觉。再固定到靠背上。哎呀，我怎么感觉买小了？这边还有魔术贴，你看。哎，这边怎么是胶呀？一看就是没见过似的。魔术贴在下面一层，最后粘到车上，这大功告成了。哎，这怎么回事？水床。很好奇两只修狗会有什么反应。Sit。太给面子了，抖了一身狗毛下来。Sit。Mad。有请大狗熊登场。试一下啊，怎么样？打呗，帮我打呗。太头疼。他俩每天都这样，从早打到晚。大家可以点个小心心，可怜一下我吗？有人干什么？啊！可怜，抽筋还得放在笼子里。露个狗头在外面，我照样咬你。结果咱们只能在笼子外面再套个纸箱保护抽筋。你到时候着急的话，你就往那个角上跑，听见没有？着急往那跑啊！这笨蛋。